民众狂扫冰淇淋，美食卖场可不是样样好，这项商品被网友评为地雷货。颜色缤纷，卖相佳，榛果巧克力还有草莓，一种口味三满足，三盒只要299。民众揭开超雷真相，理由让人惊呆了。冰淇淋成分竟是脱脂奶粉，巧克力脆片口味成分是椰子油。实际买来请民众试吃，表情说明一切。泡泡就是吃到嘴巴里面去，就是没有存在感，然后就很甜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还蛮累的，有点失望。网友说别拿美式冰淇淋跟意式冰淇淋比，因为口味本来就差很大。巧克力搭配莓果冰淇淋，上面还有蝴蝶饼干点缀，看起来好梦幻。冰淇淋业者说，意式冰淇淋以鲜奶为主要成分，美式冰淇淋奶油比例高，就是因为意式主打低脂，而美式冰淇淋脂肪高达17%以上，所以吃起来松软重口味，意式冰相对扎实清爽。意式冰淇淋的温度是稍微高一点点的，-13°C，所以说让你在吃的时候比较能够吃到食物它原本应该要的味道，而不是说像美式冰淇淋它的乳脂肪是非常的高，所以吃起来是很重的油腻感。一篇地雷商品文意外让人知道冰淇淋美式意式大不同，好事多地雷冰品会难吃跟成分有关系，难怪网友说长知识了。三立新闻唐一成潘兆文台北报道。